欢迎收看《王牌大明星》。迷哥精神永远存在，让赵树海、王木林告诉你当时他们有多红。歌好到能够拍电影，对，当年红的程度啊，比迪士尼的米老鼠还要红。不要录了。哎，不要这样嘛，怎么动不动就生气了呢？不然讲点好听的呗。因为他是我们民歌手里面第一个一炮而红的，两首歌曲也是第一个上作秀舞台的，了不起啊。那时候他的价码跟于天于大哥平起平坐。哎呦，错了，价钱我跟周杰伦一样。我不要录了。是是是，哎，大哥，哇，怎么这两个人的脾气这么大呢？难道你们两个不和吗？你这挑拨是对的。是的。到底状况是怎样呢？不然唱歌好了。小草实在是并不小。小草这个歌啊，现在是北一女的校歌。啊，真的？真的假的？小绿绿嘛。是真的啦。多谢两位大哥帮你合音哎！你的意思是没有合音就不是不是？兰花草他唱一下，你就兰花草有，没有会把你合音到很优雅 ，C minor 应该可以。我从山中来，两位大哥，现在知道什么叫做民歌人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Jackie Wu， 我是洪佩岑 Patty Hao。今天我们来的两位啊，我们的好朋友。观众朋友，这个已经在他们生命当中啊，是已经扮演非常重要位置的人。对，他进入到你的回忆里面，而且久久挥之不去，真的是重量级的人物，是是，可以称之为梦魇级的。才怎么画出来？那听他们这两位的歌声啊，一股清流，你心里面就是一道小小的 creek， 嗯哼，小溪流、这样慢慢这样滑过去。所以他很舒服的，大家已经忘掉音乐的原意，其实啊就是要像他们一样，是让人感觉愉悦轻松，整个人那个这个心情上各方面都会变好。是的，听他们的歌没有压力的状态，享受民歌时代的烂伤的。一起来欢迎我们两位好朋友。哎，你来介绍一下。赵树海、王梦麟。阿美阿美魏晨也想唱民歌，但是惹火了王大哥。我们王牌大明星。哇哇！阿妹阿妹，骑士扮嫁妆，我急得快发狂。今天你要老实讲。我是否有希望？哎呀，好棒啊！虽然我是个穷光蛋，人又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是你要想一想，看看自己的长相。阿妹阿妹，不要再彷徨，少女的青春短。今天你不要倔强，快做我的新娘。虽然我没汽车洋房，只没粗茶又淡饭，只要你陪我作伴，我抱你白白又胖胖。只要你陪我作伴，抱你白白又胖胖。这一首雨中雨中奇迹，哎呀，来，哗啦啦啦，下雨了，看到大家都在跑，爸爸骑乘车，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，你有钱做不到，哗啦啦啦啦，淋湿了，好多人脸上嘛失去了笑，无奈的望着天。
弹弹琴把头摇，感觉天色不对，最好把雨伞打好，不要等雨来了，见你又过又跑。隆隆隆隆隆，炸雷了，玩笑的人都不敢跑，无奈何望着天。弹弹琴把头摇，弹弹琴把头摇，弹弹琴把头摇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两位大哥，两位大，哎呀，大哥大哥，哎呀，宪哥宪哥，哎呀，不敢不敢，哎、我先恭喜你了，哎呀。哎、恭喜恭喜得奖！喜从何来呢？恭喜得奖！啊啊！刚刚李大哥啊，你一定没有没有没有金钟奖最佳赵大哥也应该算是我学长啊，是是 是, 是，得过太多座了，还好，对不对？那王大哥是不可能会得这种奖。哎，我有得过，不要没理啊！你也得过了？哎，我得过金鼎奖，金鼎奖啊！对对对，哦，这是个荣耀、啊。不过也是啦，如果又没得奖，我们又是骂一年的。你那个节目又继续续约了吗？哎呀，还有有有、哦，真的，而且没有降价的情况下，哎、恭喜恭喜！因为呢，运气真是好。你是少数得奖里面还有节目继续的人。对对。啊，这个会有金钟魔咒上。好不容易刚刚两位大哥走出来之后，我就觉得真的很优质。对、他们一唱起歌来，就发现我们的节目就增添了一个光环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一台清流优质。对他那边有稍微比较脏一点。没有，地没有拖干净。这一身服装展出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呀、啊，真像要来参加黑道大哥的这个告别式。我是没有，你们怎么老是穿那么黑呢？是啊，他今天这样穿是看起来就非常高级，是不像黑道。是，我这个再怎么穿也像黑道。是，我出来好像在谈事情。我自从 MIB 以后啊，没事出去都不要讲。都穿黑系，对 ，Men in Black， 因为他们就是黑的嘛，对吧？嗯。不过刚听你们唱这些啊，都是过去的民歌，观众朋友有一种回味很浓的感受。真的。有几张照片先来看一下，好啊，好吧，好啊、各位，哇，这个照片是太珍贵。哎呦天哪，我的妈哟！各位，重点不是弹吉他那一位，好吧？那一位是谁？那个胡德夫啊，所以他年纪并不是特别大。他年纪比我大一点哦，哎，那赵大哥都没变呐、啊，对，大师嘛，有啦有啦，那个不是李健，赵大哥，你刚对的还蛮快的，那个不是胡德健吗？弹吉他这个有点像，哦，有点像，有点像，哦，在哪里拍？请注意啊，我有留小胡子了，是是是，所以应该是在72年以后的事儿了。哦，你是72年之后留的胡子，到现在都没弄掉，对，没弄掉。哦，现在想剃掉又怕人家不认识我。哦，那旁边就是连我的儿子都不认识我了。哎呦，旁边那个是他儿子啊？啊，是吗？嗯，旁边那个是王梦麟啊，真的 ？Oh my god！ 到现在还没变啊？是啊，哇，你也有这一天呐、啊？想笑得多可爱，还有个小名字。对啊，好可爱哦！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有没有欢乐群音？哇哦！从这张照片呐、啊，你可以感受得出来。王梦麟当年是比赵树还红很多的，照片都是他，封面就是他。有没有看到？他只是旁边一颗小星星。你觉得说他那个大的照片，我旁边这个点缀的一个星星，是是 是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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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，有框星星的叫做 super star。哦，对对对。那这一张照片呢、啊，整个重点是后面那个女生。那位观众朋友，因为觉得很好奇她是谁的呢、嗯？各位讲出来，你会吓得那么一大跳。嗯。胡冠英呐、啊，胡冠真、啊，胡冠真呐、啊，哦，胡冠真，对呀、啊。刚刚这两个照片呢、啊，是我跟他在那个黄金拍档的时候啊，对对对，在拍的照片。哎、那这张这个电影一定要谈一下。刚看到那是一部电影的封面，叫做《阿美阿美》，嗯，英文叫 Joyful Group。怎么取这么鸟的名字？欢乐的。阿美阿美是很好的，不是，那是第一个片名，对，哦哦，那个阿美阿美，后来发现到。因为一个礼拜就下片了，有吧？因为那个母亲节快到，他又改成母亲我爱你啊！哎，那这当然这也是你的歌啊！对对对，那、哦、那首歌，那电影上演的叫《母亲我爱你》，哦，那个时候好像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但是比刘文正好一点。我们7天下片，他2天嘛。哦、哎呀，闪亮的日子。哦，你等于是把刘文正拿来当垫背的是吧？所以说是看找错主角了啊啊！啊
对，那个时候应该找赵树海，是是是，那可能一天下片。什么话？这个重点，所以你们都有演那个戏就对了啦。歌好到能够拍电影哎。对，当年红的程度啊，比迪士尼的米老鼠还要红。如果你知道、那绝对不是他，是吗？他不可能比米老鼠还红。应该有啊，他的面相还真有点像米老鼠。好像加菲猫。他们自己有分配好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有一首歌，你们这个几乎啊，到现在每年还会唱。我当年有时候做工地秀的时候，为了要热闹，我还唱这首歌。你也没有做工地秀？有啊，开玩笑，主持人还要唱啊，什么都来。对啊，对啊，今天庙会肯定要来一下啊。那一定来嘛。来来来，那直接就来庙会了，好不好？来庙会，来，哎，我可以合唱啊，我加入 MIB。欢乐西鼓隆咚隆咚锵。巴脑穿云霄，扮猪青龙探头望，时时笑张嘴。红烛火檀香烧，菩萨满身香。祭祖念动守成道，有罪都平安。哎呀，好耶，好耶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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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啊，我可以吗？欢乐西鼓隆隆咚锵，把闹穿云霄。番茄将军站两旁，吃茶像当年。赞天神无相名，魂魄在人间。悲欢聚散总无常，自处心境宽。不敢这么这么，哎呦哇，太开心了！有没有看到民歌是从哪时候开始？两位大哥，民歌比较蓬勃的开始，大概是在66年以后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恭逢其盛，当时我才国中高中生，所以那些歌啊，对我们是影响很巨大。比如像《龙的传人》，《龙传人》，你主唱还是他主唱？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他现在刚好喉咙开了，啊，那就先来这一首啊。我从山中来，带着兰花草。这首是啥？他刚才 key 啊，是《龙的传人》。哦，《龙的传人》啊，知道了，你们唱《龙的传人》。来，嗯，《龙的传人》。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，它的名字就叫长江。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，它的名字就叫黄河。哎，差不多就这样的。哎，味道好。要多谢两位大哥帮你合音哎。你的意思是没有合音就不是不是？你知道合起来那个壮观的感觉？是是是，就是真的会非常的仿佛是站在这个黄河长江口。对，就是你就你整个人就正经了起来。正经。兰花草他唱一下，你觉得兰花草要要要要，你看有没有听过？我有听过。来，你哼一下，我们帮你唱，也会变壮观的。真的吗？我们也会帮你合音到很优雅。是吗？应该可以。我从山中来，带着兰花草，走在校园中，希望花开早。一日看三回，看得花失落。秋风吹雨热，俺抱也无一个。两位大哥，现在知道什么叫做民歌人了？总要过瘾一下嘛！我小时候真的都是听这个长大的。对对，70年代还有哪些歌？赵雪娟，想你啊。我是多么想你，你可不要忘记。我是多么想你，你可不要忘记。偶然地与你相遇，与你相遇。在那难忘季节里，心灵上充满了你。
觉秋意凉意，我是多么多么想你，你可不要忘记，我是多么多么多多多么想你，你可不要忘记。有天哪，太感动了！你不是光知道歌而已，你是真的很认真的。七零年代真的有个潘安邦也是七零年代吗？有吗？有啊有，他是民谣风的。他是民谣风，但是潘安邦的歌曲，在我们这个建议哈、我们那时候有金韵奖是新格邦，哦，而且海山帮是他算他们民谣风，哦，我基本上我们蛮排斥他们的。哦，所以当时啊，就是有金韵奖是新格邦的，嗯，海山风的，你们并没有把它当作正统的民歌。也可以这样子，是你这挑拨是对的，是。这个时候刚好是也是对立哦。可是事实上，除了唱片的这个销售以外，到晚上，比如我们到学校去唱民歌演唱的时候，也都在遇到，还是会打到鼻，也都在一块。当然，会打到鼻流血，不是打成一团。哦，对，还有另外一个小草的地方。小草几乎是一面童谣了。小草是你的歌对吧？那是因为我红的歌太痛。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谈他的歌了？你这个歌红的太可怕了。我们不要再谈他的歌。刚刚好不容易回到想你，对、啊，就在我这个部分绕着。想你是你的、啊哎。哎呀，见鬼了！我真是怎么会忘记？小草这个歌啊，现在是北一女的校歌。真的假的？小绿绿嘛，是真的啦，真的啦。而且如果没错的话。大风起，大风起，把头摇一摇，风铃摇，又听枝桠，来望着，把你鸟，把你叫，雨停了，抬起头，站直脚。有没有看到？想起过去的时光。但是我对王大哥啊是比较大的印象来自于木棉道、木棉道真的是一个代表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写歌的这位朋友已经离开我们了。两位都是两位，冯光达，冯光达是红还是冯？三点水的红，三点水那个红啊，你念一次，主播。冯光达，哎，好好听。两个字，舒服。木棉道，舒服。我们现场来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好，听两位的一个木棉道。好，来了木棉道。啊，天哪，好舒服哦。红红的花开满了。长长的街好像在燃烧，沉沉的夜徘徊在木棉道，轻轻的风吹过了树梢，木棉道我怎能忘了，怎能忘了
可以，合得好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不错，好有味道哦，真的不错。我一听你合二部，我马上跑三部去。不好意思，重点是你们二部不重要，他马上能变三部。哎呦，他现在是夸奖我来代表他，更厉害的。这个不是讲我是踩人尸体往上爬吗？没有，我是叫他捧你啊，是他学会谦虚一点。接着下来就是八零年代，民歌一路走来，八零年代有什么好听的歌？其实民歌大概到了72、73年就忽然间的就没了，他又没了，怎么会没了？我觉得是因为怎么讲，有点点像揠苗助长的感受。成长的太快，要重新盘整。所以商业的包装、商界的介入，使它变成个烫手山芋，是它很红也很赚钱，是一个工具，失去了它原来的纯真。对，就像现在野草莓一样，对，它应该是慢慢的滋长的。哦，在每个人心中存在着这么一个旋律，这么一个东西，是一个感情，是一个意念。哦，结果变成纯商业品以后呢，它就消失了快。对对对，就消失了一段时间。因为刚开始唱民歌时，你问他，我们在民歌手在台上，我们没有计较谁先出场，谁后出场。哎呀，没有谁是大牌。后来开始会争排名。对，还会记得王梦玲的好多歌。当然，当然，对呀，对呀。还有，请不要再，请不要一直在夸奖我。我说真的，网络上讲我红的歌最多。对呀，像其实王大哥的有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。哪一首？每一次听我都感动。三月里的小雨。大陆啊。大哥啊，你也听过这首歌吗？对呀，那刘文正的不是？对不对？刘文正。现在可能跟我是差不多了。哎呀，这好久没有看到他，你就学一下嘛。他学得很像。对对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慢慢的，这种清纯的民歌，到最后他们到舞台上去啊，模仿啊，或者是自弹自唱啊，乐器表演什么都来，甚至口技什么都来，这个就叫转变。因为他是我们民歌手里面第一个一炮而红的两首歌曲，也是第一个上作秀舞台的。哎呀呀，了不起哎！那时候他的价码跟于大哥平起平坐。哎呦，谁？于天呢？于天错了，跟周杰伦一样。我不要录了。哎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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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没有，是我说你对了，是我在那边，是我在那边。三月里的小雨来一下，打个起秒。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，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，小雨为谁飘，小溪为谁流，带着我满怀的凄清。哎呀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哎，那个诺言也是这个年代吗？啊，他真是年上就甩不掉了。是是是，刘文正啊，不是，他已经没有劳保了，你不要再欺负他了。我曾为他许下诺言，就是那个味道。不自在，我能实现。小小的心灵，希望就这么一点点。高凌风，还有，这不够经典，他那个才经典。哪一个？吸掉，给我吸掉了，给一个吸。谁也不知道。刘文正嘛。我昨天吃错药，我吃的还不少。我想找人去扭尿，我想找人扭尿，我找也找不到，我急得满街跑，急得满街跑。这个时候你姐姐来了，
哎呀，副歌不能唱，吃错药，哎呀，因为一样剪掉、哎。他们那个时候的掰歌啊，算是比较单纯一点。对对对，九零年代，哎，不，八零年代还有一个歌，嗯，八零年代有一首歌一定要唱，《光阴的故事》。哦，张艾嘉的，是是是，这大哥摇头是这首歌我不太熟，只要不是你的歌，你都摇头。七零年代我的歌都跳过了，你的歌是七零，他歌好多，你看唱到现在都没唱到他的。春风有唱、啊，还有什么歌？春风没唱、啊，春风刚有唱吗？刚春风没唱、啊，没唱、啊。春风，春风来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帮你和声。春风快加紧脚步，滴滴滴滴，快到我窗前漫舞。春风轻穿过门缝，心在我脸上亲吻，越过那的山峰，带给我亲切的问候。今年我们又再相逢，请给我新的祝福，越过那虔诚的山峰，带给我亲切的问候。今年我们又再相逢，请给我新的祝福，请给我新的祝福。哎呦天哪，这一集根本就是为我而做的嘛，这怎么能够放在回忆录里？糟糕了，我们的这个前段要聊快一点，否则佩岑因为没有活在那个年代。来，接着下来直接聊九零年代。你有懂什么歌的？九零年代比较懂的。九零年代啊，哎呀是啊。我九零年代还有什么歌？我和我追逐的梦。我和我追逐的梦。刘德华的歌。是啊，刘德华的歌啊。九零年代还有民歌吗？好，那我们先让他脑筋先澄澈一下。好，先把那一段先 delete 掉。不是，为什么？如果你没事的话，我们就再唱，还是在八零年代嘛。刚刚不是唱了我的歌了吗？是啊，是啊。还有啊，还有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一首歌叫《子夜徘徊》，也很好。哎呦天哪，《子夜徘徊》那是红到翻了个过去哎。这话说的一点都没有诚意。是有诚意，这歌真好听。你开口试试看。副歌我不太记得，真的吗？但现在忘记。我们干这个唱片的时候呢，就他坚持他要唱这个歌。是吗？帮我这、啊、我真的会唱，我真的会唱。梦玲，你带他唱一下。你来，我们帮你和声就对了嘛，好不好？啊、来。当我想走进你的家园，却又想起我的誓言，不断地冲击在我心田，只有悄悄寓意在门帘。我无言，此心不变，我不变直到永远。当我又站在你的门边，却不见影儿留在窗前，
间的痛苦埋在心间，何时才能将心愿实现？我无言，我无言，此心不变，我不变，不愿直到永远。当我又站在你的门面，却不见影儿留在窗前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间，何时才能将心愿实现？何时才能将心愿实现？本土天王吴宗宪，我只能说你越老越爱现。直升机。这个歌主要的意义是什么？主要的意义是什么？我可以讲讲话了。可你讲，你讲，大哥。那个时候他没有马子啊。哦。后来他把到一个马子，哎，一把就爱上那个马子。哎呀，那个马子没事又不理他，是是，所以他就写了这首。对，然后他就没事在马子家里面绕来绕去，哦、尤其都在半夜的时候，因为他白天要上班嘛。等于是公狗寻电线杆。这一个这么好的歌，给他说的多难听。他马子是他现在的太太。啊，是啊，终于为这首歌就嫁给他了。两个有个小误会，哦，两个个性都强，好，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男人这样子对他无礼，哦，我也觉得他从来就没有看过这样的女人对我这样的不尊重。这个叫不是冤家，他不聚首，年轻嘛，好胜嘛，是，对，我就说好，你要不理我，我当然是男人，还有风度，是我打三个电话给他，嗯，他如果三个电话都不接，就从此算了，哦。打两个电话，他果然没有接。嗯，第三个电话我说什么也不打，不敢打。万一打了真不接怎么办？真不接，整个面子没掉，理智也没了。那其实我是我放舍不下他，对呀，我就写了这个歌给他。哇，夜排啊，等夜晚的时候，在他这个夫人的这个门口徘徊。后来看到就算，他有下来见你没有？他我连影都没看到，你没说了吗？是窗前连影都没有啊！听说这个跟隔壁老王也有点关系。我都看见这奇怪，这姓王的招谁惹谁了？什么老王死了？这是公有老王，什么都跟姓王有关系。跟姓王的招谁惹谁？他在猜我，这个过分。老公，老王，傻傻分不清楚。王梦玲，王梦玲。蔡依林、蔡万林，傻傻分不清楚。王金平、王中平，傻傻分不清楚。真的是傻傻分。还有更可恶，分得更不清楚。老师、老鸨，傻傻分不清楚。这个他都用过蛮多次，你们没听过是吧？因为他不常用，觉得好笑。是这样子，为什么什么事都要牵拉到我们隔壁家老王呢？王令林、王梦怡，傻傻分不清楚哦。老王，有一次要遇到院长，院长说：“哎呀，你在哪里的？”唱那个王金平、王中平，傻傻分不清楚，我们两个差那么多的。是啊，不过当时你们两个人谁女人缘比较好啊？那这还用真的吗？对，他女人民歌。界的第一帅哥就是赵赵树，哎呦，你等于是当年的等于是民歌界的李慕白。哇，真的要把我的年轻照片拿给你看一下啊？嗯，有啊，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，一张照片，在吴德夫一起，在我还有一张包包后面的拉链打开。哎呀，大哥啊，后面就后面。对呀，往事只能回味，他竟然过去的照片有没有带？你拿过来看一下。嘣。很普通啊，哎，帅爆了！你怎么可能呢？这个如果是现在的话，就飞轮海了，我的妈！啊，你不会相信的。
现在的王力宏嘛，王力宏、赵树海，常常分不清楚。哦，对不起啊。好啦，那你这个王力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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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不，王梦玲，傻傻。什么呢？哇哦，好清秀哦！哎呦天哪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相信吗？这个是赵树海啊！重点是你为什么把这张照片一直都放在你钱包后面？最近老是碰到像他这样的这种人啊，他要开法鞍马之类的。小姐你好，这是我年轻的时候。会不会怪怪的？后面写什么啊？你啊，赵先生，你儿子好帅哦！你儿子是不是也很帅？听说他们全家像金城武。因为最近有人说我儿子比我帅，所以我才把这个照片怀在身上。那我可以看看你儿子的吗？姓王的下去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好了，好了，等一下，好了，等一下嘛。你有儿子吗？可以给我看照片吗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听说超好看，是不是？几岁？几岁？他现在帮他儿子打宣传，有没有？这张是高中毕业的时候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他儿子真的帅。真的吗？真的帅。那个有女朋友吗？现在有。这个是大学毕业的照片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收起来。我要帮他介绍男朋友。哦，这哦。他小啊。哎，我大儿子，我大儿子。还有大儿子。你看这个爸爸今天一打开来，哎，老王，老王回家，你帮我看看嘛。王大哥，这看太多了，看来看。蓝色的是帅，蓝色是大学毕业的，我那张是硕士的照片。这样子，你喜欢？不是，翻过去看一看。哎，今年30岁了。对，那你如果不嫌小的，28的也行。哇，你介意媳妇儿年纪比你儿子大吗？我跟你讲，以人类身体的构造来讲，其实女生要娶年啊不要嫁年纪比她小的男生，真的吗？应该合理。对，体能的配比才能够配的。叫他赶紧收起来。女人寿命长是。啊，所以 OK 的哈，好，谢谢，你同意的、啊，爸爸，哇，已经叫爸爸，谢谢。哎，今天王大哥这个表现少，啊，我们一定要听他来一个口技，什么口技？对呀、啊，这口技多厉害，唱歌的，你一个我一个，好不好？我口技也是一把照的，哦，攻击。哎呦。那个迫击炮的声音，算了，先卡冰枪。你这个声音不像卡冰枪，这是 BB 弹。哦 ，BB 弹我熟，我们家被打过200多发。我知道。那个声音是。哦，那你刚刚讲的是长江是？哎呦 ，F1 的声音，这汽车，那个跑车，哎呦，这是那个德国的 Trans 另一个摩托车，各位摩托车 ，F1 从那一头过来的声音。都有，直升机。直升机是干嘛？哇！哎呦！宪哥，你还直升机嘞，害王梦玲笑得抽筋啦！刮胡刀。好了好了，吵住了。不是刮鼻毛，我们最后就用这首歌了，好吧？让我们看。王牌大明星，右边的直升机。他那个右边这个直升机呢，左边这个直升机呢是救难的，你这个呢是战斗的。各位，我来一个你们就没听过倒水壶的声音。好了啊。
好像马的强子啊，这个您就不会了吧。倒我真的不好意思，你倒你你是在捧我对不对？因为你知道这些都是我开始的。倒个水，哇，好像哦。解释一下，这个倒水不是压了往外出，是把水灌进温水瓶里面的水。对，正点正点。那马桶的呢？马桶呢？对。那飞机上的马桶呢？后面没有。飞机上的医生。哦，真的吗？是，哎呀，太正点了，太可爱了！来，今天表演的这个最可爱就是这个左边的直升机。刮胡刀。刮鼻毛，很大，可以唱一下，让我们看一下。刮鼻毛，太重了。来，我们最后用这首歌了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看云去嘛，缓个气，好爽啊，抽筋。直升机抽筋，没关系，你先调好。我用 F1 先把场子撑住。你能得奖真的不是意外，就凭这个 F1。这家节目组成员，恭喜！来，我们来唱那个《让我们看云去》。好，这个歌太感动了，我加入你们，好吧？来 ，Music。为什么哭泣？难道心中藏着不如意？女孩，什么叹息？莫非心里躲着忧郁？年纪轻轻，不该轻叹息；快乐年龄，不好轻哭泣。抛开忧郁，忘掉那不如意，走出户外，让我们看云去。女孩，为什么哭泣？难道心中藏着不如意？女孩，为什么哭泣？莫非心里躲着忧郁？年纪轻轻，不该轻叹息；快乐年龄，不好轻哭泣。抛开忧郁，忘掉那不如意，走出户外，让我们看云去。年纪轻轻，不该轻叹息；快乐年龄，不好轻哭泣。抛开忧郁，忘掉那不如意，走出户外，让我们看云去。年纪轻轻，不该轻叹息；快乐年龄，不好轻哭泣。抛开忧郁，忘掉那不如意，走出户外，让我们看云去。哎呀，太开心了！谢谢两位大哥啊，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，好不好？听到你们的声音就知道民歌不朽，真的。而且那个歌真的是太棒了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感觉好像这个走进这个时空隧道，有没有回到过去？不介意比你小啊。再次谢谢两位了啊！好，咱们明天同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王牌大明星。谢谢。